听过槟榔这个名字的人应该不计其数，也知道它在我国的台湾、海南和湖南等地区都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食物，所以非常多的国人都很热爱嚼槟榔。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玩意儿竟然有许多危害呢？今天小灯泡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加关注，点亮你们的小红心哦。槟榔加烟法力无边，这句话在湖南广为流传，当然这样的传言也不是空穴来风，嚼槟榔确实能让人感到兴奋，所以长途货车司机或者其他需要经常加班的工作人员经常会嚼槟榔来提神儿。而槟榔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槟榔碱的物质，它能够刺激内源性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让肾上腺素产生更多的肾上腺皮质激素。但是槟榔的危害更让人害怕，长期咀嚼槟榔会导致口腔黏膜受损，伤害牙齿甚至牙龈，严重时会使脸部变形，还有仅次于烟、酒、咖啡等极强的成瘾性。不仅如此，槟榔经过口腔咀嚼后形成的亚硝基是强致癌物，很多长期嚼槟榔的人不幸患上了口腔癌，只能通过割脸的方式来治疗。但槟榔本身是可以作为中药来使用的，只是人们一味的追求刺激和快感，才导致它变成了很多人心中的恶魔。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